各位，晚上的象山怎么那么亮啊？象山步道的电灯啊，就跟我家的路灯是一样的亮啊。看，亮到不要不要的。所以这里晚上很多人都会来爬象山，慢慢爬，拍个夜景给你们看，先这样咯。今天的晚餐，大兴伯克金啤酒，这是我今天的晚餐。我在101的地下室，我要去拿餐了，先这样走。
现在是早上。